哎呀！哎，一会儿给我加辣条。哎，你听没听说那谁家那小谁？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别提了，那那该得招人讲究的，我的天！哎呀妈！真烦人哈！给我加辣条。老香了。嗯。小马啊，一会儿。你不是开飞机来接我吗？你就停在我们村的那个村长的房子顶上那停机坪上，啊，我们的停机坪有点小，也就1000多平米，有点挤吧啊。啊，对，这是一个事儿啊。还有一个事儿啊，那个最近我有一个项目，那个这个项目钱呢有点紧。我给你800个亿吧，你帮我呀，把那个长城给我贴上瓷砖。哎呦我的妈！前两天我去长城了，我看那砖呢都老化了，你帮我呀，全部都贴上瓷砖啊，用好瓷砖啊，要那个1.5到2块一平米的那瓷砖给我贴上啊。还有一个事儿啊。我去一趟珠穆朗玛峰，这珠穆朗玛峰啊，上去一次下来一次，老累了。你这样，这个项目我给你3000个亿，你帮我呀，直接给我修一个电梯上去。哎，要那种我的车能直接开到电梯里，一直到顶啊，中间都不能停的那种电梯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好了，那这事儿就这样。再一个，我们最近不是要聚会吗？啊，你看这样啊，你把那个国际明星、港台明星，还有国内的所有明星，你都给我请来，啊，别忘了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过两天咱们见面啊，见面的时候咱们详细谈这个项目，啊！哎，这老头咋这么能催呢？要我食欲，我也吃不进去。你等着。喂，嫂子，啊，小马在家没啊？啊，出去玩了。等他回来，你转告他。以后别总跟那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儿。啊，那吧，真的还要坐什么飞机？还有啥玩意儿？给长城贴瓷砖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真的，你以后让他离那种人少接触。还有呢，说什么这给那什么蜂啊、马蜂啊、蜜蜂啊，说还要安个电梯，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，你就告诉他少接触就完事儿了。真的可受不了，可烦人，影响食欲。安娜，一会儿就回家了。哎，对，我想起个事儿，小马过两天是不是有饭局啊？安娜，你别让他请什么明星啥玩意儿，没啥用，整那虚头巴脑的。安娜呗。有啥用啊？行了，往回去了。好嘞，快走吧，我还是待不下去了。这俩女的真能吹，吹！你有人家小马电话吗？真是的。